我是刚刚那个黑人长113年，8月8号。冲！天，我咱们从办公室有货列哦，准备上楼。天二是R57单台电筒。加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节篷车，客货车没有了呀，一节橘光号，一篷车，一个 PP， 两个手车，哇，一节新龙橘光号，加一篷车，加一个 PP 车厢，加两手车，我们边货列有客货车，没有货列，都是篷车哎，货车都篷车，然后客车有 PP 车厢跟新龙人橘光号，啊，两手车，谢哥再见，拜拜。7022次货列，请我上班8月8号再见了，再刷单排送。